们今天要学的是泰鲁格族的分布，还有地景介绍。再来参与一下，看看能不能确实我们对面的卫冕对手。为了我们泰鲁格族特别是做了一个这个大对这个沙锅，我发现这集效果都是他们在做。来，恭喜你获得福地提升，谢谢。你看我第一波搬出内裤，这个是什么？我们国哥有个问题想问你，请问不知您对您的部落这个玉里部落了解有多少，有什么美丽的景点吗？你是说美丽的景点吗？是就在此时此刻你本人眼前的这位女子、OK美景本人 ，OK， 好，那大家就是看完了玉里就在这里了啊。那我顺便问哥哥，你的好茶部落呢？哦，其实好茶部落，我们现在搬到叫里那里，对，我们在那个里那里部落里面这样子，所以呢，那边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永久屋的造景啦、但是还是有很厉害的石板呢、对，有把一些传统文化也带过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对我们家乡是的美景是非常非常的一座赞的，怎么了？不好意思，讲到这边我就突然很想家，想哭。你情绪来得好快。所以我们大家学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什么东西呢？ OK， 好，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泰鲁格族的分布还有地景介绍。伊朗达吉妈妈。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个泰鲁格族的分布，因为其实泰鲁格族分布在很特别的地方，其实都在花莲，对，也都是在很著名的景点。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聊一聊泰鲁格族。首先，先欢迎我们的文化顾问，我们的杜西老师。刚才这么说，不要那么干了。亚古杜西有道，本阿古牛山斯冈基，你喜欢树林里阿当。第一集，欢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主语老师，我们的大陆老师。刚才当帅，不要那么干呐。韩国么，大陆以来，不拿苦。牛山卡林哥，你时间马来巴西阿郎加冈，不要干呐，那个土路苦。不，欢迎。欢迎。我看每一次在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大陆老师。所以我每次就听到他很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的时候，精神都会你知道，很振奋这样子。老师来了，对对对对，而且他刚刚一来的时候，先在后面吹那个猎手笛，很怕别人不知道他要来了。所以今天呢，会认识到很多那个泰鲁格族的那个风景还有文化，好棒。好，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杜西老师，你刚刚有介绍你是来自于哪一个部落呢？第一集。就是崇德，我们现在叫打基里啊。打基里。打基里的意思就是岩石啊，很多石头的意思。啊、我们叫做打基里。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哈、他用这个打基里的口音称为打基里。现在我们有很多风味餐呢，有很多民宿叫做打基里、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地名泰鲁格族都是分布在花莲嘛、对，所以呢，其实泰鲁格族也都分布在这些很美的景点上面。那泰鲁格族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景点或是部落都在那个有发展观光的有吗？杜西老师，有人说台湾有八景，我们秀林就有二景了。哪两景？那二景是泰鲁格峡谷跟天祥啊，天祥现在又加了一景。清血断癌所以泰鲁格国家公园在清血断癌里面对对对，规划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漂亮。那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大陆老师，有没有推荐的这个在泰鲁格族里面非常漂亮的景点有吗？天祥是一个，对、他们一定会想到那边，然后再来还要可以再往南，就是孙板，林田山。人家讲那个林田山摩利萨卡，那个也是游客蛮多的。现在目前是应该很多那个乌来温泉哈，我们部落也有很多，像万隆村里面，是有些游客就知道的话，内行呢就会跟我们道地的
导游哈一起进去、哎啊、温泉也是蛮夯的哦，最近有那个新的咯、哦、有温泉、哦、嗯，所以你要回去好认识一下你的那个玉里部落的，好我会好不好，不要做，不要一直只说自己，我知道你是美景美人，对对美人，好好好，美人要配美景呢、嗯、好不好，好，所以今天呢也有两队呢要来一起来介绍泰鲁格族非常不一样的地景风貌，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血翅队，来欢迎 Foggy 鱼啦还有 Logan、yeah. 好啦，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卫冕队，欢迎我们的 Vila 罗扎，还有我们的齐棒，一个哇，欢迎欢迎欢迎。那我们今天这两队呢，队名很特别，一个叫做血齿队，一个叫做卫冕队哈、嗯。我们先问一下血齿队好了，为什么要取名叫血齿呢？这个部分呢，就由我来说明哈。是是是，就是某年某月，就是有一次啦，去年上季的时候哈，我跟 Logan 还有一个就是浩辰，我们非常不小心的输在一个植物啊，这个植物我后来呢永远会记得，它叫芋头，杭安纳沙里。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说哎、欸、再来参与一下，看看能不能血死我们对面的卫冕队，起立、啊、对没错，因为上一季的确就是卫冕队获胜，就是输在芋头讲不出来，永远记得这个单字了，对不对，我们刚才发言的那个 Bogan 啊、嗯、他是地理老师、哦、完全地名看得出来，对你这平常上课的时候是有机会用族语介绍台湾的地理的吗？因为我现在在教书的一个领域呢，是在布嘎扎，也就是泰雅族的传统领域了。嗯，所以呢，我的德鲁古的部分呢，是尽量回到部落的时候，跟朋友来做一个练习。那在我教书的过程当中，泰鲁格族话会比较少讲出来，因为毕竟泰雅族跟我们的话有点不同。嗯、但是呢，族语的部分，我还是有跟谢老师跟李老师有在不断的精进学习当中。是不是你本身也有在接这个旅游的？有吗？微浪？有有有。有吗？你看他、啊，你看他马上这样子了。有有有，问我就对了。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不一样那个有趣的故事吗？蛮多的、啊，像游客啊，像族服不会穿啊、嗯，因为他们是来自外县市啊，又来自美国的嘛，因为对我们的族服不是说很了解。嗯、对。还、啊、有的是拿枪拿反。你说枪管对着自己吗？对对对对那是不是有点危险？因为那是上两支枪，他不知道怎么拿。啊，啊了解了解。好啦，如果真的不会穿着，或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哎、嗯，问当地的人是最清楚，保持着这个尊重的心。好，我们的卫冕队，好来，各自来自于哪个部落呢？微浪先好了。啊，刚才这么说一下，嗯，行阿姆微浪吉隆，我拿过阿浪加港哈。刚才这么说，伊不要那么干呐。雅古哦，罗达阿姆斯本阿古阿当登阿汉哦，那是哪里？汉阿姆西班博格本阿古米哈拉西阿当姆。好，我们三个是来自两个来自一样的部落，然后我们都来自那个万荣乡的，都在万荣乡。对哦，好，来介绍一下万荣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景点？最近啊，我们的嘉港啊有一个那个年轻人成立一个阿盖湾公司，就是部落的那个旅游的公司，嗯、就是地方创生哦，对，在西林。有带动到部落一些产业也好，结合到部落工作坊啊，或者是一些妇女他们的工作，嗯，对，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泰鲁格语的考试范围再提醒一下大家哈，跟旅游、还有购物以及部落的地理常识，嗯，对，刚刚前面讲了嘛，其实泰鲁格族分布的区域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对彼此部落之间的认识应该也蛮熟悉的，好，所以我们出题都会朝这三个方向前进 ，OK 哈，你们可以血齿吧，尝试，要不要来一个欢呼，给自己一个欢呼一下？一定是现在才在想，好快，好快，来的，要鼓对鼓你，不，哇，有，来卫冕队有吗？不能输，不能输，好，预备，我来我，好，那我们待会到底谁会获得我们的文化知识题的奖金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文化知识题，出题范围都与今日主题相关，选项都以母语标注，两队进行抢答，误答队伍会将机会让给对方，直到有队伍答对并获得积分。
为得分队伍现场造句可以领走生活礼包，本关卡胜利队伍可拿下奖金2000元。好了，我们文化知识题第一题，请出题。好的，一万很爱吃芋头，请问芋头的泰鲁格语怎么说？这个是送分题，请抢答。好，来，不要你，外面听，我们快了嘞。沙里，来，我们的那个大陆老师正确吗？我很喜欢吃芋头。正确。你看，来，你们连这个也没办法血耻了，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好，我们要请我们的血耻队。其实我们德鲁古的这个名字哦，它本身是有意义的，嗯、对对，是有意涵的。它意涵是说山腰平坦的地方，对吗？哈、嗯，所以呢，请你用德鲁古这个字来造一个句子。古尼，雅古德鲁古尼，不。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个。老师，这个造句通过吗？考虑一下，可能他是说我是泰鲁格，跟那个山腰没有关系。啊，也有山呐、啊，好不好？再换一个，换一个。说不满意，再一个。亚美德鲁古本纳嘎，德鲁古德鲁万的亚美。干，有接近了，有接近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主基地了，以前主基地还是跟那个山腰平台还一点点小距离。啊。好了，那就是通过了。通过了，好，来，请抽礼包。来，看要选什么颜色的？天哪，是金曲歌手要来选礼包吗？是蓝色的，是不是？好，恭喜你获得一个搭车必备神器之 U 型枕一个，很好用。对，这个很棒。你回花莲的时候就要带着，对对对，那个蓝色的也带走，带走。哎，来第二题，请出题。好。一万家呢经营了一个民宿，那继承家业的他呢，为了这个民宿网页撰写了以下的文字。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哎，这个就是他们的宣传的那个文宣了。不过呢，这一题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红色的字。好，来，请将红字的部分用泰鲁格语描述出来。好，这个是抢答题哦，请抢答。好，来，卫冕队，卫冕。个人哈高哦，吉嘎，生吉嘎干那，马好卢古沙，斯拉高啊，阿吉哦，沙烧沙毛，阿尼哦，那个你干得马哈高，你上爱斯拉高。哦，好。我们的大陆老师他讲的正确吗？如果在部落这样简单对话，他是在讲他里面的设备也是可以的。对，可以啦，我们要上去了，可以，恭喜。好，今天沙巴的人哦，你干什么人？怎么安你？怎么安？巴嘎，那个巴嘎是对，好，就是有洗手啊或洗。可以在卫浴的设备了，是不是这样？他马上记起来呢，学起来就是要这样子哈。好，我们的血耻队，待会呢，我们会请你跟我们的这个主语老师进行一段对话哈。假设你是一个客人，你要模拟一下，你要怎么样订这个民宿的房间，来跟我们的主语老师对话啊。订2间房间，4个大人，1个晚上多少钱？好，来，请跟我们的主语老师对话，来，有请。好，老师。哦，我给韩文水水噶，给啊。啊，那还是木沙咖喱是多罗国话。啊，很怒啊！你看，你看，你看，我太阳是爱人黑呢。啊，没错。Spat namu hani kan heh? Spat namu sejak ni. Ah, ni ada bila nuhi ni sejak nama taya nama hani ga. Anak so matalu o dua kana. Ha, mai so. Nih dang na so taya nuhi ni kian sekelabi kian kemanu. Kian kemanu. Ibu mahani han so makhluk kebukui, makhluk kebukui. Manuk behani ga? Makhluk kebukui, manuk. Spat do mahani namu spat kebukui bila.好，听到了吗？有听到吗？你看到，你看到，听到，听到，有听到。哦，刚才有听到哈，确定他讲的是正确的吗？对，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回答，我可能就不给他们住了。还有先汇款。
阿姐，不要个账号算了，别跟他乱跑。感谢是很重要的。账号，对对对，赢了是要账号。好，好，恭喜我们的血池队，恭喜，漂亮完成任务哈！来选礼包，哪一个？哪一个？好，好，粉色的。好，恭喜你获得玩了一整天不洗脸吗之旅游毛巾。好，要要要。好，所以这个环节呢，又是我们的卫冕队获得一分。恭喜，恭喜。好了，第三题，请出题。一万在阅读有关泰鲁格族传统领域的资料，请问以下哪一个地理知识叙述是错误的 ？A。能力干金嘎亚用巴鲁后 B 巴阿阿朗特鲁库 B 他特别度我恩普沙克不贵等哈伦是阿杰嘎那么阿鲁尼亚是特鲁库阿朗多蒙欧尼干黑绿阿朗哈拉安布金乌里第一阿朗圣安奥门的嘎比伊达斯阿吉哈姆苏扬达嘎哈尼基跟德勒汉路丹好请抢答哎呀好来卫冕队为什么你这是 B 当机了 B 吗 B 好 B 选项是什么意思凭感觉凭感觉吗、嗯、好 B 选项正确吗老师不对是确实对确实机会来了 D D 吗第四个选项吗好老师第四个选项正确吗答错了好来卫冕队 A A A好，老师正确吗？答案是。蛮努啊，蛮努，干力啊，是吗？是吗？大声喊出来 ！C， 好 ，C， 是不是？答题也算正确吗？是什么 ？C 还是 B？C， 正确吗？答对，答对，答对。我们不会讲，我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你是地理老师，泰鲁格族的同门部落产体是山刀的故乡，哦，所以不是产文染，是产什么呢？不是产铁了，而且黑女她是制做刀，完蛋了，完蛋了。来，你先对着镜头跟你的学生说，老师错了。我先开个记者会啊，是那个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啊，我们台湾那个。矿产资源真的非常不足了，是，所以我们是非常需要从外面叫进来。对，至于我们同仁有没有产田呢？啊，真的是没有。所以呢，我先跟各位道歉一下。毕竟，主语的部分我还要多学一下。是，感恩的心，感谢老师。好，来，我们的那个卫冕队可以拿礼包，请用正确的发音把选项 A、B、猪都念出来。第一个选项，请。吉嘎亚用巴鲁后 ，B 选项，班巴阿当豆古比塔吉达特不度哦，阿们普森格布贵等哈达哈斯杰嘎，格么那阿杜尼亚好，第四个选项，阿兰普斯安哦，麦卡比伊达斯阿吉哈姆苏扬德干。很尼基，根本是汉路人。来，我们的大陆老师，他们念的 OK 吗？可能是在浊音的部分要稍微加强，就是在第二个的那个泰鲁格那个，巴阿阿朗德鲁古，哦，贝塔，你说贝塔，那是等于去刺山猪了。贝塔是要到一个地方，那是贝塔到那个地方去刺山猪。贝塔是刺。贝塔是到。哦，贝塔，大概听到他念的贝塔，所以那个听起来他要去天翔吃山猪了，哦，差一点点哈。还有那个，还有等哈伦那个伦，那后面那个还是要念出来啊。你刚念的等哈伦，好像是没有很清楚哈。等哈伦哈，还有再来就是好像在最后的那个第四个那个哈，哈尼基跟德勒汉，
那个尾音的部分要念出来，大概是这样。老师完全就是在用主语竞赛的方式在调起，但是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现在 Lowdown 老师在讲的时候，他马上纠正他刚刚的发音哪边不一样，学起来，学起来就对了。好，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抽礼包，来，请抽。好，来，你们要抽什么？紫色，抽紫色啦，他们的芋头紫，芋头紫。恭喜你获得本季最实用、出国会用到的行李秤。可以。这个很好用，因为你去出国的时候很容易被罚钱，对，超重的话你先称，你先在家里称，对，超重的话就会多付钱，很重要哈。好，第四题，请出题。遗忘终于迎来了第一组的客人啊，那客人呢突然问了一句，叮叮叮，哎，但是这个遗忘回答了，马达达苏巴皮亚安特德鲁伊穆克萨苏。Lemas pegan tuki do the hot da。请问一下，客人问的问题可能是什么？请抢答。哦，好，确实对，来，再回去嘛，不能回去。好，可能大概的意思了，大概就是说，他说你搭火车，然后你是不是五点，本港五点钟到之类的。所以客人问的是什么问题呢？どうすみや、でもようやくはん、好すみやか民宿所。来，老师，刚刚那个波给讲的那句话中文是什么呢？他有接近，他刚讲是说，本来这个是五分钟啊，他就变成走路有五个小时啊。sorry， 也对了，因为我们那个很多山嘛。对对是是是。那边他又讲前面的话，就是说，我要到你的民宿，好像跟这个那个我们的讨论内容是有相近啊，有相近，他应该可以，应该可以通过哦，通过，通过，答对，好的，那波给是说我要到你们的民宿要怎么走是吗？对，我说我现在要去你的民宿，可以来帮我吗？我要怎么去？好的，所以这一分呢，恭喜我们的血池队获得一分。现在2-2了哈，来，没关系，我们的这个卫冕队，我们就请你们用旅游当中肯定会用到的一些句子来造句分享给大家。Toki， 别看 Lucas 你。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衣服是多少？对啊，多少钱？但是他漏掉钱了、啊。我说多少是多少钱？别看 B 了，再要加钱了 ，Lucas 你。对对，旅行常用嘛，这件衣服多少钱？好了，通过了，恭喜！好，我们可以来抽礼包。来，有没有事？然后剩下我们的金色还有红色了哈、哦，要选择哪一个呢？哦，恭喜你获得花莲旅游基金现金500元。有开心。好了，现在是2-2平手了，是的，所以最后一题得分的就可以拿下这一关的2000元，好不好？来，第五题，请出题。好，一万带着一群游客走读部落中，其中哪一项传统活动或工艺比较不会出现在泰鲁阁的部落 ？A. 打当木吉 ，B. 等你能挂路。C. Teninun Lahangai D. Uda Lemiho Silu Walu 请抢答。我来，卫冕队。猪。D. 猪是什么？D 什么？D 啊。D. 对啊，猪。猪啊。对，你不要紧张嘛。猪 D D D 这样子两个人 rap 了哈，什么意思？瓦鲁这是脖子啊。啊就是瓦鲁。好，还剩奥贝，没关系，所以你们选 D 对吗？对啊。好，老师选项 D 正确吗？哦，答对，答对，感谢主。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文是什么啊？好，第一选项是琉璃串珠啦啊。琉璃串珠应该比较常在那个台湾族啊，台湾族，台湾族，对对啊。好，血池队，请你们用这些传统工艺来造一个句子。阿达叔，阿达姆是这个穆达阿当啊。那我不急，看 ，OK， 好，老师，他说他要射箭，他部落在射箭，哦，阿楞木哦，但是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对啊，那现在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射箭是布斯达楞
母鸡，母鸡，哎，就是它飞很快嘛。啊、嗯，对，它的意思是大概我还听得懂了。好，可以，可以通过通。啊、可以通过。好，好的，来，给他走这个礼包，剩下最后的金色礼包。来来来，是什么？获得国家公园很晒之凉感袖套。要要要，袖套。很棒。好的，这个环节，恭喜我们的卫冕队。2000元，其实这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单元可以再让你血池哈、嗯。那下一个单元是什么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两队轮流扔骰子向前，抵达鸽子中的目的地时，需以泰鲁格语介绍该点的风景、人文或资讯。先走到终点的队伍无条件获得1000元，而足以表现较佳的队伍可获得关卡奖金2000元。你对这些景点熟悉吗？一起来玩大富翁吧！全新单元泰鲁格语大富翁。哎，我们真的好用心哦！对，为了我们泰鲁格族特别去做了一个这个大对这个大富翁，因为的确啦，泰鲁格族的确都是生长在这些地区啦、嗯、哦，对，所以呢，应该都互相都有了解，有啦，啊、所以那个规则都很清楚了哈。我们刚才是这个血池队，嗯，小输一分，那就由你们先好了。好，来来，哎呦，维浪，维浪是有经验的人啦，请谁？卡的音好，三点来机会，请走到机会 ，OK， 来这六张牌你要选哪一个？中间要不要？中间左边右边，就这个。Okay, okay. 恭喜你获得车费补助100。可以，来来来，马上颁奖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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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马上就有奖金了，哎，吓一跳哈！来换卫冕队，来请骰子。哦，好，三点来，请移动哈。好，你们想要选哪个机会？嗯，这个 OK。好的，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啊，为自己的平安股市鼓鼓掌！掌声，恭喜！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不好意思，来换你们了。一二三，中！他们自己很爱延长那个录影的时间呢，还要踢。好，六点来，请走，一二三四五六，走到林田山来，请介绍。哎，刚才他们说的，你到林田山干啥？你干嘛那个林田山黑你哦？你干的喷吧？你干抠你？你干嘎嘎巴布里？马我都马干那个嘎嘎巴布哟？那是那你干几干多？呀哒，林田山黑你哈？啊，大哥大。中文再讲一次是什么？大家好，我们现在处于的地方呢，在林田山。啊，林田山这里要有很多的花，还有树，以及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猪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来到我们林田山这里，欢迎大家。不愧是地理老师，有你有扳回一城，有。好，来换我们的卫冕队来掷骰子，很好很好，通过。吓一跳，我以为是导游呢。对啊，我以为他有在兼职哎。哇！你们该不会都要做一样的？来来来，一样林田山，不可以跟他们一样喽、嗯！来，跟他们说影片那么好，喊他们打阿姆，然后过林田山黑你打，哎，达达比嘎，达达瑞嘎好不不黑你啊，达达瑞达达比嘎世界尼亚达黑你，哎，格米达嘎空你，格米达嘎达达比嘎德鲁古罗丹巴基尼罗丹巴伊。Makasih kerja saya, mas bade. Wow, 介绍到很像介绍到台东人呢。那中文是什么？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罗丹阿姆斯，我已经到达林田山这里。然后这里呢有很多那个火车，然后还有很多木头，也有很多人来这里会来这里看，然后也有很多德鲁古的巴基跟巴伊在这里。对，然后欢迎大家前来参观，谢谢大家。哇哇，完了，现在哇，难分轩轾啊！对对对，来，确实对，赶快。好，骰出的是三点，来一二三，来机会，是机会，右下这个，对对，这个吗？好的，恭喜你的机会是。你最后的奖金会减500块啊！刚刚
对对对，刚刚赢一百，然后结果最后的奖金要减500块，太紧张了。好了，来卫冕队请掷骰，不要又吃一样的3点哦。2点，哎呦，鲤鱼潭，好，请介绍。刚才你刷影片那么好，都好古大乌，阿西亚斯南黑尼，达达比卡世界尼黑尼，那是的好，勒巴干多达达比卡世界尼达黑尼，格米达巴鲁罗罗，巴鲁巴纳罗罗，第二哦，达达比卡潘尼阿苏，努力哦，你看，你看，你看斯纳万，你看德鲁古，你看阿当德鲁古，你看阿当斯纳万，你看快艇，你看快艇屋里，麻烦阿姆巴代。好，谢谢，谢谢。中文的翻译来讲一下，就是大家好嘛，我的名字，然后欢迎大家来到鲤鱼潭这里，然后。只要到了夏季，就会很多游客来看，就是来看那个很大很大的红面鸭，然后可以在这里踩那个天鹅船。可是我不会翻天鹅，所以我就讲鸟船啦，也有翅膀嘛，鸟船。然后这里附近呢有德鲁古的部落，也有阿美族的部落，也有快艇可以这里玩。欢迎大家要去鲤鱼潭哦！哎，一定是观光大使了。确实对，来，进来。大家要搞过那几位呢？啊，六步，啥子意思？一二三四五六，命运，命运。等一下，你们这一组到底有没有都是抽到那个？来，命运要选哪一个？靠近我这个，这个吗？对对对，好，好来，请翻，不要，无条件退了两个，还是命运，还是命运。好，换你，来来，请抽。第一老师靠近你的脸那个，哦，靠近我的脸那个，好，这个吗？对对对，好，我看一下，不要给我出问题哦。我发现这集效果都是他们在做，来，恭喜你获得向前两步，哎呀，你要不为刚才那么努力，你就留不住。恰没事就是好事，好险，完美的，好，来又换我们的这个卫冕队了哈。哦，好，四步来，请走，一二三四，请问一下，机会要选哪一个？下面那个啦，最下面这个。对，好，恭喜你，你的总奖金可以加500块。我刚刚就说了嘛，一开始就没退路。是啦是啦，勇往直前，对，勇往直前哈。好，来，血池队来，我给回答到几点呢？哎，好了，2步，到了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木谷木鱼，木谷木鱼，头目木谷木鱼你要，你看呢？마우딴가거니나내가나바우시야해야마우비딴해야그래서내가이제好好用中文来翻译一下。我说我来到木谷鱼木谷鱼这边，它很多漂亮的木头，然后它的水也很漂亮。咦，星球漂亮，水很漂亮。OK OK， 对，的确木谷鱼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水质哈。好，来。好，难分难舍哦，命运，来，上面的吗？好，好来部分哈，啊，这个刚刚谁选的？喜伴选的吗？喜伴选的，好，来麻烦喜伴坐一下哈，哎，伏地挺身20下，来，请就地，预备开始，一，哇，只有这样的，四，五，来，六。刚才他们说，都好过阿郎，不是俺啊，你要跟教改啊，你要跟
航岸之王，伊呀，本来我伊呀，本来我黑你。好，用中文来翻译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富士这个部落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有教会，还有一个叫做基王的人。基王教会，基王教会啦，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玩。这样子，那这个教会是古基，它是一个宗教，影响我们德鲁古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嗯，好的，来换我们的这个卫冕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都给你了。哎，是这这哎是，啊又来了，哎呦哎呀又到了木谷墨鱼来。看那个帅，木格拉斯库比巴代米亚卡亚尤木谷木鱼，木谷木鱼哈，你个，黑尼那个那巴杜比亚尤西亚啊，那个就拉比阿美利卡米亚卡黑尼，阿美利卡，那个西亚哈，那个那个那。Siya ni o, niya ka ni... Niya ka ni... Bukwai, niya ka ni... Niya ka AB, niya ka ni... Iwashi, ha? Ngayon ng baday. Ha, 我们讲英文系，那把就是一个日语啦，然后反正习惯了嘛，我们老在讲A B 是瞎子嘛，啊，对，然后谢谢大家，啊，我以为是 A B， 来问一下那个主语老师，你用你的那个泰鲁格语那个瞎子跟鱼到底要怎么讲？瞎子是 Gomolong， 然后那个苦花语是 Kusulupadai， 真正的鱼，真正的鱼，哦，好啦，我们血池队来，好，几点？六，好，抵达终点，游戏结束。Vitaly Galimuda， 好的 ，Moi no bother， 来两队，请合作。嗯，哎，他们刚刚讲都很顺畅，我以为他们是当地导游嘞，吓一跳。不过我们刚才看到上面有很多那个泰鲁格族的很重要的景点，但是有几个没有提到，像天祥啊，就是老师刚一开始讲到最重要的地方。杜琪老师，天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呢？哦，国民政府到台湾统治的时候叫天祥了，是，他是一个文天祥是民主英雄嘛，叫天祥了，这样。对对对，其实不是，嗯，这个。我们的德鲁古的名字叫做 德布杜，就是很多棕榈树的很多布杜啊。嗯，所以那个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哈，他用我们的口音来命名这个地方叫做大比多，我们呢叫做德布杜。哦，德布杜是天祥啊。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耆老他们不会说天祥啊，德布杜。所以我们有很多做民宿的哈，他们会在家门口哈种那个棕榈树，哦，因为棕榈树对我们来说哈非常的重要。是是是。第二个哈，泰鲁格这个字啊，泰鲁格，德鲁古的意思是说哈，德鲁鲁古的意思了，就是三个台地的意思。中间德鲁古可能发生了意见之后，就跑到上面了，哦，跑到大亚。叫做迪格达雅，所以我们叫做迪格达雅哈。后来可能这个部落哈，德鲁古又发生了不高兴，后来就往下面了，叫做是德乌达哈。所以有些耆老是这样说哈，可是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我们叫那个部落湾，为什么会命名叫部落湾哈？过去我们有人哈。去山上设那个山猪的陷阱了，回家之后那天晚上他就托梦了哈，好像看见土石流了，嗯，他就跟他的那个同伴说走我们去看，后来他们去的时候他陷阱已经不见了，嗯，那个陷阱连那个陷阱哈山猪也不见了，嗯，所以原来他把那个陷阱哈用拖的他们就跟踪陷阱那条线有那个对对有那个痕迹跟着痕迹找的我们叫做 Blue Run 所以这个 Blue Run 就是从那个 Blue Run 延伸出来的话，哦，所以我们的耆老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嗯，对，但是要学起来，嗯，好重要，有上到课了我们今天的各位同学他们都有笔记哦，有笔记哦，那个山就是在
部落湾的那个台地一棵树大树哈、嗯，就拴在那个地方了、嗯，就找到那个山猪，就找到那个山猪了。所以那个地名叫做布鲁兰湾。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下一次换你们介绍。下次你们导游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对，哎、我就有故事了。上一次哈、哦，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哎好，就要直接来评分了哈。来，我们两个老师都要一起评分，写在白板上面哈。好，我们先评血池队好了，一、嗯、到五分，两个老师要给几分呢？请亮分。好，都喜老师3分，红刀老师4分。好的，血池队现在拿到的是7分。接下来是我们的卫冕队了哈，卫冕队两个老师要给几分呢？好，我们的独秀老师4分，我们陶老师3.5分，所以是7.5分，恭喜卫冕队，恭喜。这个奖金2000块就交给你们了哈，而且刚才还有你们还有抽到500块，所以这一个环节是2500元。好，我们的那个血池队呢也有拿到奖金，他们拿到的是过到终点的1000块，但是呢减掉500啊，所以只有拿到500块，没关系，恭喜。好了，接下来的单元啊。你先冷静，又是我最喜欢的单元。大家应该都不怕气球吧？都不会怕啊！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第三关组语接力赛，两队共6人穿插排列，以接龙的方式答出与主题有关单字，并把气球往下传，气球在哪队手上爆破就算10分。单字错误时，组语老师会吹哨，如果逻辑怪异也会吹哨哦，直到正确才能往下传，怕气球的要小心咯。是怕气球吗？大家蛮怕的啦，其实应该不会吧？不怕不怕。 Logan 是不是会怕？会，你的嘴巴先不要颤抖。他的嘴巴不怕。好，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哈，一定要讲出符合我们状况的主语跟中文，嗯，才可以把气球传给下一个人哦，好不好？那我们先出题好了，来暖身体，请出题。状况一，请举出花莲的名产、名人跟名景哦，3个哦。哦，对。哎呦，我的天哪，也太难了吧？这个是暖身吗？对。因为我们老师这边也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对啊，老师要听哦。老师听到如果哎觉得这个不正确，老师就可以吹哨，先暂停，通过之后才可以给下一位。没错，这样没错。好的，花莲的名产、名人、名景有哪些呢？请接龙。Lucky 竹笋。啊啊！很大马马吉。接一下。乌血辣椒。好。乌溪烤板生姜。生姜。马薯小米。三楼天山树，老古巫婆，好，是老天古婆玉吗？古婆玉是名产吗？摩卡地瓜，好，我是老板，莴笋瓜牛，好，西部甘蔗，甘蔗，隔壁有峡谷，峡谷，三枪，八大三枪，哎，好好好，摩雅山猪。山猪爱猴子，好有。对的，伊耶巴鲁崇山峻岭，伊耶巴鲁崇山峻岭。但是你刚刚效果已经做到最棒了。对啊，我还在唱歌的说，他们是木桥的歌，不能太骄傲。对，一分呢，由我们的血池队获得1分。好，刚才那个 Logan 讲一个很特别的字，哎，穷山峻岭。对的 ，Giyak Balu 就是很多山岩绵延的那个意思。有老师点头，老师点头，讲的真好。诗情画意的男子，虽然有点怕气球。好啦，我们要出下一题咯。好，我要换一下我们的那个气球，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气球长什么样子。好，你看看我们的气球跟刚刚的比较不一样。对对对，所以呢下一题呢也比较不一样。是，下一题呢是一个重复接力赛。对，好，重复接力赛呢有点像是比方说我先说花 flower， 然后下一位就是花 flower树 tree， 好，下一个就是花 flower 树 tree 水 water 这样子 ，water melon， OK， 要接前面的哦，把前面的讲完哦，好，来，我要出题喽，请出题。
好的，我们现在要出国玩了，要出去玩了，要去泰鲁阁玩了。好，请问你的行李箱里面会有什么？哎呦喂呀、啊，哎呦喂呀、啊，好多东西啊！好多、哦、我们身上的、嗯，我也可以带刚刚的名产呐、啊哎。哎，是不是？讲的也很对耶。嗯，你的行李箱里面会有什么呢？请接龙。电话，电话。哎，哎可以。给我电话，他刚刚讲过了。啊，那重复吗？来来来，继续。Logos 衣服，你就是我自己搞不清楚。斑鸠，没有，你要从前面。电话，斑鸠，哦哦，电话。Logos 衣服，斑鸠内裤。内裤哈，给我。斑鸠内裤，你要从前面第一个。电话，慢对。电话，然后 Logos 衣服，啊，斑鸠内裤，然后裤脚。鞋子好，我在打电话电话，然后如果裤子衣服，斑鸠内裤，五九鞋子，嗯，曼对，三曼对，什么？木打什么什么 ？OK， 西亚 ，OK， 西亚，水，阿俊，水，是的，电话 ，Lucas， 没有讲中文，电话 ，Lucas 衣服，斑鸠内裤，哪里？五九鞋子，个西亚水。雷本裤子，雷瓦电话，如果是衣服，斑鸠内裤，慢的，鞋子，水，你是水，和西亚水，好，那个那裤子，裤子，快点呐，雷本裤子，啊，换你，你的，你还没讲。还有什么行李箱？还有什么？蒙啊，地瓜，没有，电话，电话，衣服，哈，那个斑鸠，古酒，鞋子，哇，还有水，西亚水，雷本裤子，地瓜，蒙啊，香蕉，香蕉可以，都过衣服，然后呢？电话，你看我的衣服，斑鸠内裤，这个是什么？裤子，鞋子，西亚，跟西亚水，雷本，裤子，地瓜，蒙啊，香蕉，蛮对，变香蕉，雷本，然后那个，我刚把身讲出来，电话，如果是衣服，背内裤，然后。鞋子，不是重点是 Logan 有多无助，因为刚刚他就卡他的队友，然后说你是什么，他队友这样子，他太害怕了，好精彩哦！这个气球越过来啊，老师是这样的，哎，听不清楚。对，你们包包里面放好多东西哦，生姜啊，香蕉啊，地瓜。好了，这个环节呢，1-1平手，所以呢，这个单元的2000块两队平分，组一组，恭喜。好，马上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我们先问两位老师好了，对今天两个队伍的表现，我们先从我们的那个大陆老师好了。不管母语他们在说的怎么样，毕竟已经扎根在他们心上。嗯，我对他们也是相当的佩服。嗯，上台就是一个机会啊。然后，那我们的卫冕队啊，因为是从部落来的，嗯，所以他的母语部分会比较多一点。是。那博给那边是因为他是在泰雅族学校教了，所以母语稍微连那个的他的每次要卸子那个芋头沙里还是没有办法讲出来。对，老师这件事情可能会跟他10年哦，大概吧，应该是。那应该是 get 了，对，可能去学校说，哎，芋头老师。芋头老师。到芋头。啊，我们问我们的那个牧师读西老师，我想他们。一定还要加强哈，嗯，有关这个母语的词汇里面，有的时候很不完整了，就可以调整了，是可以学哈，所以现在他们还有空间要学，所以等我哈，要认真的去学。老师讲得很好，对不对？就是慢慢的开始调整，就从此刻开始了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的颁奖啦，恭喜我们的血池队可以获得1500元。来，请老师帮忙。来，我们请主持人老师颁奖。好，我们的卫冕队获得。
5500元。哇，史上最高了，恭喜恭喜。好，那我们今天呢学的是泰鲁格语，下一次我们要学什么语言呢？准备好你的足语字典，盖世英雄，我们下次见，拜拜。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排湾族好好的学说话的艺术。等一下，打底。走开了你。稍微看一下，有哪一些是适合写成这个好话日记的啊？重点是要写好话哦。怎么吧？红包与它的产地来了，哇！